对啊，好多游戏哦，侠之道，然后还有影剑神、影视神剑录，哦。我先放狂刀好了。好，魔盔。啊，算了，先放红，好像红尘好了。要打带跑了。Yeah。刀上啊！我觉得狂刀比较好用哎，狂刀的抗桶优惠比较强。乱射。
狂刀放矿囊幽魂几率真的颇高。还来啊！一出去就放，干干还来，好了，够了。我都要躲他的招式，好险好险，好，心肝晚安。哎，真的差点狙耶，快快快，影像过去一点。没完。他那个百炼身被卡住。哦，不要，差点差点，我刚卡住。恐怖哦！很烦。干你啦！该死啊！
该死啦！干你娘嘞！给我当机杀小！干你娘嘞！鸡掰的！不管，反正这是三。哦，白痴哦，哇，是北齐你！哇！反正赢了啦，反正总时数3小时02分52秒，反正我打赢了，大家都看到了啊、哦，大家都看到了啊、哦。靠腰，被他身体卡住，做一次，反正我们空关了嘛，对不对？哦、很明显哦，很明显卡住哦。但来不及。好痛。
惹我的下场就是这样子啊！我开大酒，我不躲啊！我跟你正面迎战，开什么玩笑？造我造我造造造造！我跟你正面迎战呐！啊！想不到吧？哎、欸，差一点呢，干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觉得我快赢了。哎呦，哦，哦，与我无缘。靠杯哦。哦，别闹了啦！很勇敢，但也很脆弱。哎、欸，我刚好下来的时候撞到那个雷射炮，靠背，这打不赢我就放弃了。刚其实很完美。这样子打远一点的算法，用远一点。好险，好险！
我帮我挡。我这次不玩硬干 feel 了，不玩硬干的。打不完，嗨嗨，伯谦，他是放小的。哦，这次可以过了哦，可以啦。赢了啦！不要这样，可以放哦。哇，这样好会射哦！啊！将心中苦，看淡本是病，世道无兄弟，穷却不能为。拔将，拔剑。拔剑心茫然，我已经茫然了，茫然，我很忙啊。傲气红尘的万气红尘可以躲招还是比较好的，他那个续存率会比较高。然后狂刀的话是因为他跳比较短，所以续存率不高。也就是说，你用傲气红尘放一剑逆红尘，放完之后马上让他切成忘记天仓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大概是这样，我刚才这样有研究出来的啊。好，这次通关的，我们只花两次哈，其实应该可以花一天的时间，然后直接通关完成啊。那这次 speed run 是，我看一下时间多少，时间是3:02:52.41通关，这应该是2.78版，然后地狱难度第9轮通关。